是我想吓到的，就是，所以我下一次说谁要上来当女主角的时候，你要赶快自告奋勇，好吗？不要那么害羞，对啊。所以还是我每次插稿的时候，就预约下一次。下一次要当女主角的是谁？好，就是你。记得哦，下次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可能是颁奖典礼的时候，你要冲上，你要穿乖一点，因为可能会有点远。好，那我要带来第三首歌。第三首歌，可能马来西亚的朋友们没有亲耳听过，但没有关系，今天唱给大家听，好吗？玩具送给你。可以吗？那我再讲一下话好了。好奇妙，你们已经背好歌词了吗？好，现在男朋友找女生还没有背好，没关系，我背好就好了。住大河前，堆起的乐高推翻你身边，哪里有秋千不会生锈的乐园。新鲜到讨厌，游戏中葬送青春，一转眼我跳楼转了一圈，谁把梦遗落。再给我更多，玩不到一分钟就不是梦，玩过了足球想起网球，失去所有，是什么该玩弄？